真感恩，师父来到这上欢喜的啦，就是看到老菩萨，过来呢，搁较欢喜啦，看到少年菩萨，因呢也是关心咱的社会，所以投入组织，真用心去付出，亲像讲。在天下的啦，灾难是偏多。那在日本12年前，311啦，3月11号，迄一天，那地震啦，天摇地动，几分后海啸啦，迄海水呢？安尼规个合过来，迄天的下晡时，我看到电视啦，啊，伫咧播，哦，这日本灾难啦，是遮尔大，遮尔大，那我停伫遐伫咧看，心内呢就开始起着迄份咱的爱，应该来普及。因为呢，气候迄一年特别凉冷，所以咱开始就准备啦，真快速呢。不管是现金、物资，咱真紧都到位。回忆到迄当阵啊，有一个画面哦，很温馨。阿贵吼，伊带领咱的瓷器人去啦。啊，去的时候，一个老人哭在遐，那伊安尼看到啦，赶紧把咱的毛毯呢，安尼提起来，紧把这个老人披着，安尼紧把揽着，好像伫咧孝顺阿嬷，啊，亲像伫咧疼家己幼小的囝，这种是呢，一份。很真诚的情，所以吼、哦，日本呐、啊、有几位菩萨，咱呢日本慈济的，安尼陪伴来啦，因无去好袂记哩。12年前，咱付出迄个激动，因呢送一个礼物，那就是。因遐的木材，用钢去雕刻，即个实在真钢真油真水。虽然呐、啊，迄、那个事隔12年呐、啊，伊无去后悔记哩，因为呢有真多无法度安尼。想要来就会当来，这当阵已经呢因缘啦，所以呢因缘把握伫这个时进来了吼，那表达的还是两个字感恩啦，感恩这两字呢是表达出了这种。所有的道理，无分宗教，拢叫做感恩呐、啊。人间爱充满感恩呐、啊，那自然呢，天下都会当平安、和平、平安、友爱，这呢是最水的人间呐、啊。各位菩萨，看到这场啦，拢是凡夫菩萨。其实凡夫菩萨内底呢，嘛有龙洞啊，袂少哦，吼、哦。内底啦也有慧眼哦，慈诚企业家，大家人放下身段。此际
有真侪种诶名称，因为呢，咱团队做啦，啊，咱呢人做，啊，咱要做诶代志也做，啊，总是呢啊有名有组有队，所以咱要做虾米代志啦，会当及时，这行是属祖先，啊，这行是属。医疗、啊、教育，或者是人文，啊，每一位啦，虽然是委员，虽然是组成，但是呢，各个专业无同，因呢就会投入这个组队，起来带领啊，那菩萨，亲像今仔日。未少老菩萨咯，年纪虽然较侪啦，但是呢，迄、那个心甲力呢，其实真正是吼无输少年人。何况呢，有一群老菩萨，啊，搁伫咧甲师父分享呢，分享讲吼，因。每天每天都来这阵吼、喔，几年来啦，师父拢称呼因叫做七仙女。那他们呐、啊，还有老头家嘛，经济真好。伫因家吼，有的是请人做工课，确实呢，伊来遮七咱的菩道啦。不关心吼、哦，咱迄个壁墙壁会说话，都有真多历史的相片。伫个边啊，相片搭起来啦，迄、那个文字添落去，某月某日，国际间的救灾，国际间的活动，或者是呢？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，台湾有发生什么事情？咱是安怎动员？这吼，拢伫咱的壁顶会讲话啦。所以因，逐天拢伫遐清理个，真干净。那师傅每回那来。一定要经过这样的坡道，才有法度入来到这。所以这个坡道，哪在在行，我就会心啦、啊，七仙女，涂骹好干净哦，看看每一片壁、哦、墙壁啦，都有无限量的故事。底下伫咧讲话，国际人士那来啦，咱安尼沿着这个坡道啦，来解说这历史。虽然高雄经书堂啊，真正真有价值，所以讲这个所在发挥真大。当然啦、啊。开始，那带师傅来看这块土地，那就是杜俊彦居士，大家人应该拢捌哩，那呢杜龙洞啦。啊，但是呢，起码讲到伊的名，我心啦，真不甘。那他每一回师傅来。每一天的一定呢，在净食堂，一定呢，在师父的旁边呐、啊，在遐安尼坐到，点点啊坐伫遐，其实呢，他对咱这个净食堂，迄、那个是从没有到有，是伊来陪我来看一块土地，这就是、啊。回忆过去啦、啊，
记忆也阁真深，而且伊嘛带动真侪人，所以讲咱会当看个遮尔侪，高雄现在遮尔侪很有次序，去国际救灾同款呢，伊嘛去哦，咱高雄嘛有几哪位龙洞早期啦，国际救灾嘛是安尼团队去啊。总共一句，高雄的瓷器人呐、啊，对师父来讲，迄、那个意义是足大的，所以感恩呐、啊。